网恋，网恋不靠谱的。任何一种模式的爱情呢，都有它成功或是失败的概率。就像有一些人会在网络世界找到真爱，而有些人会在现实生活中单身一辈子，这是一样的。单身就单身，谁一辈子单身呀？哎呀，反正我就喜欢他嘛。可你都没办法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人。那跨物种的爱情也挺美好的，只要是他就行了。但你不也说了吗？人家都把你拉黑了，说不定早就交新的男朋友了。不会吧？怎么不会？我问你，你回来这么久没去看一眼？看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是女的吗？好看吗？女的。就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嘛。我就知道，见光死是不是？我有经验，这网恋90%的结果都是这样。况且你这又是初恋，成功的概率就更低了。没事，啊，就感觉不一样了。你说这现实要是跟网络一样，谁还上网呀？手机给我。你要干嘛？给我。那，你也别钻牛角尖了，人家不都是把你拉黑了吗？你就试试这个。如果你们真的有缘，老天自然会安排下一次相遇。这软件是我一打游戏的哥们研发的，大数据匹配，分分钟找到你的灵魂伴侣。这内测呢，他给了我个邀请码，我想说我也用不着，给你了。